爷爷，哎，我看你这么热，在捡废品呢。啊，我看你这样子一边走一边捡。啊，这么热，你怎么不穿个衣服呢？没有钱，我啥没有啊？没钱买衣服。啊，对。谢谢。来，先喝点水。不客气。你家是哪里的？家里是往谢州。你老伴呢？没有老伴。你没有老伴，你带我回家看一下好不好？这离家还有多远啊？十里地啊。还记得谁为你把泪？你就住在这里啊？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，你听过最美的旋律，触摸过一个人。这样子搞行不行？够你也跟着看你热的，不要打扮了。看你热的，满头大汗。哎呀，妈，我给你拿了两双鞋子，给你拿了两套衣服。你这线都这么厚，你身材上不得吗？那是，是一线，是一线。别怕，总有一个人给你爱。中午可别出去了啊！来，这个菜你拿着，做菜行，买点啥的，你别找不了。那怎么办？人生就是一辈子，谁还等得上？子欲孝而亲不待，千万可别忘。